好，我们回到借现场过，啊，借过，不是，刚刚开始上课了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哈，就是，有可能哦，面对镜头啊，这个方向上会不会还是有时候会混淆？好，那等一下说我背对镜头啊，我们也带一次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刚刚不晓得有没有看错哈，这个瑶瑶在打青龙出水的时候啊。打成是左手出拳了是吗？我有看错吗？青龙出水啊，又是搞不清楚左手方向，先探出，然后右手出拳，是不是有打错啊？如果有打错的话，可能真的是因为左右换不过来，所以我想我背对镜头啊，今天背对镜头带一下看看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从城市太极开始啊，来，好，来预备。可以吗？好，城市太极，预备。哎，二，金刚倒，小豹，乖，来，金刚倒，对，哎，七七。二夫妻，三转角，哦，挂水。一重心，左脚伸出去，再次往下坐，再重心，好。右脚右手一起拉哇，起我来，还是比较厉害，我比较帅。吸满我哦，要开大灯呼对气，音规进行。吸啊，撞到屁好，股从这个了。地方我们接两加一啊。那个这个地方我刚有看到哈，瑶瑶她的手不要拉那么高啊，她大约就是到你的嘴巴高度就够了哦，不要再高了啊，到这里对。好，来，从这里接两加一，好，预备，一，对啊，二，转过来，三，平重心，四，右脚踩出去，后心，出手，不是一进。望虎归山，一、二，往这里，三，好，往这里推三边，一、二。这个单边呢，是向正左方，不是左后方哦，啊，跟杨志不一样。我从这儿接金刚岛，对，金刚岛，对，一，二，重心已经回来喽，三，对，四。拉起来，五，他唱不气，耶，真个去！可以吗？好，你从这里哦，接白鹅，来一个，好，一，二。重心移到左边，三、四，上一小步，拉起来，这是白鹅。跳屁股，来，预备，左上步，一、二、
锁匠有双，三。到这里。好，再一个。二三下一栋是斜形单边，对，哦，三。六峰四壁，二六七。哦，再一个裸戏哦，哎，哦，等。好，别手风吹哟。三，四。金刚答对了，哎，爆，打死的哦，哇，三，他那有点多，是慢开的车，还开的滴滴，很突然，给停下来了，三锤，咦，嗯，还在查，二。三四，我稍微往右边一点啊、哦，青龙出水，哎，二。三四，手底看人，二三，听说这车不差点看不见，嗯。啊，卷工，哦，那我先走吧。哎，哦，第三个。二，在这里接白鹅，二，变成怪兽，斜形单边，二。
在这里呢，我们先要有一个中心回接手。二，退步往下，这是摔人啊，摔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摆步，右脚摆步，左脚上步，瑞，再摔一个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左脚可以踏一小步，左手弓锤。左脚摆步，上步，抱回来，抱回来，三边，就是在这里，再走。他也是很大出，他真的做不起来。体重轻，这是单边喽、哦。接云手，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高探，二、三。在这里接右叉啊，预备，右叉，先把手放开，合抱下蹲，站起身来。这右叉其实就是右分脚啊，所以是脚尖下压啊，落地横踩，合抱。下蹲，起身，我们起身又来一个，呵呵，有点怕踢到啊。好，又一脚，左叉掌完了之后呢，你要以右脚掌哦，当做你旋转的轴心，逆时针旋转，啊，转90度，啊，在这个时候。双峰贯耳，但他也超强的，因为你知道双峰贯耳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到这里。好，这样会好一点啊，背对的带一边好一点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背对着是不是再带两次？那你们再熟悉一下啊，这两次啊。那我们从啊开头啊预备。啊，陈氏太极，预备，二，七，五。体重心，转角，上步，
二。拿起剑穿进去。好，反杀一。哎，二，三，抱虎归山。二，哇，你的手机，你是应该是发现，还问你我，三天 ，X， 二，刚刚打字。哎，哇！他从门口出去，一手，我直接抱出去。哇！三，四，拿起来，白鹅，哎。二，好，七，哎，二，三。二，三，截取单边，二，三，四，六峰之地，五，二。二，二。真锤，二，哇，那里还有怪兽。
啊，你带了，哇，是接过啦，把它弄上。哎，哇，二，右脚过来，三，左脚出去，四。好，走底看拳，哎，二，三，小卷弓，哎，二。在这里，好啦，四，我看到你的车，要坏哦，好，我穿好杯哦，好，哎，来，你看他咬的门，嗯，二，哇，摔摔摔摔摔摔摔，哇靠，三，摆布，上。吸气，呼，哇，摆布，哎，我还是嗯，我替老板提出申请。哇，我要去吃个方便面。哎，我们家老板很早上来。三，嗯，人手，二。三，四，坐下吧。五，六，好，在这里接高看马，哎。二，三，右叉脚，哎，二，三，四，呵呵，踢到了，哎，落地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踢不开啊！好，收腿，转身，哎，在这里，转九十度。二，撞风贯耳。调息，
这个运动量其实蛮大的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再一次好了哈，背对你们再一次，可以吗？背对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手的动作。背对很好，我们的方向比较搞得清楚，好，谢这是谢。手的动作啊，你们到时候可能要用影片多多的确认一下哈，先前拍的正面的要清对，楚的。我们看到那个以前看不到的角度也不错。好，OK，谢谢。那我们再一次啊，准备。好，陈太，预备。气，诶，是，六，七，二、三、二、三、一。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三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三。诶，哦，诶，
哦，啊，这个，诶，哦，三，二十，三，二十。三一二三四。二三哦，一二三。二三一二。二一三二三四五一。三四五六零零小诶。二三四五六，刚看嘛。
有差。左仓，诶，二，条形。那我们这个，到上礼拜的进度啊，就整个复习过一次了啊。那我们今天花比较多的时间复习啊。那这个，我看你们还对招生还不是特别熟悉，可能还是要多。你们不一定哈，就是说要很练得很苦，但是你心里要常常去想它啊，就是说你要去比它啊，因为每天呢，老师你至少要做。转一次，整个从开头到结尾哈，转个一两次，然后你再做别的事，或者你空档的时候想一下，想全是很重要啊，要不然的话你透不到那个身体里面去啊，那身体的记忆哈会不深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啊，站一下桩。好，那今天这样子有收获吧？那我们就请大家多多的去想全喽，就算不能练也要多想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。啊，谢谢谢大谢老家，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谢谢瑶瑶陪着我们。